下，发现孩子原来是石头，只好请他们回去，并且每人赠送两粒防止勇士。今天早上在沙根新村的国有机机场，有一位身壮如牛的员工，名叫吴大子，因为扫地时不小心得罪了一只鸡王，结果活生生的被那只鸡王叼死。我国卫生部派员调查研究之下，发现时下的养鸡饲料维他命太过丰富，每只鸡吃了维他命饲料之后呢，体重增加30磅，所以吴大使才会被活活的吊死。据说当局已经下令禁止维他命饲料售卖。有一位居住在槟城的28岁年轻工程师，名叫秦毅，追求一位56岁的贫穷寡妇，名叫梅有情，因为追求不到，一气之下跳广钢自杀。沙发方面，德无传来的消息说，因为天气炎热，面临缺水危机，中央政府租了7架世界最大747运输机，空运新鲜的把生河水去德无。据说每架飞机只能运载河水20牙栏。在英国的伦敦，有一只波斯猫因为怀疑主人对它偏心，在吃饭时用猫爪功将主人的全尸骨嚼死，主人在愤怒之余马上把猫咬死，结果中了猫毒，变成吸血僵尸，真的四处为患。苏格兰场警方人员都无能为力，只好劳动20多名当头师傅，用了1400条面线才把它绑住，绳之以法。最后报告本台由卫星转播站所传来的石油消息，因为世界性石油短缺，通货膨胀，在不得已之下，好多国家都杯葛使用石油，下令一切使用石油的交通工具都停顿下来，上班的人用轿车，有家庭的人用三轮车，的士也改用马车，罗莉就改用牛车，周公的50多位牛王气得半死。因此在今天中午带来世界上最新发明的随身冷气机，抵达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举行2分半钟的疾风会议，会议结果宣布呢，石油价格一律减价58仙，不过这个条例要200年以后才能实行。新闻报告到此为止。今天的报告行情，本期 A1 拍面33条，日后拍面29条半，沙拉福州214条，个别款一件19条钱，夜管一担96条4，拍糖一件6条7角银。本期山东面粉一件4条半，本期省油一件9条。顺行情，一号研发一担105条，二号研发82条4，三号研发5号米2增卖6条。把握行情，父母等一粒2角，省足一粒3角，甜过一粒9角，长一粒9叶。榴莲一斤6条，蒋布拉一斤5条，椒麻一斤3条6，公菜一斤3条4，菜心一斤5条7，乳鸡腿一斤4条，挑骨一斤6条，咸菜一斤5条8。菜条呢，因为佢外地来嘅时候就系暂时后见腰出餐烧，所以一斤14条。生条一粒2角，重条一粒1角半，含一两3条，鸡腿一粒3角，鸭腿一粒2角，九红一斤7条。闯红一件9条4，他下公司去 YouTube 呢，一件增买8角半，保红就一件17条。挑夫一块2角，挑夫管一块2角半，黑挑过呢一块3角，毛牙石跟人买挑夫一块1角半，水动呢有牙石跟人呢挑夫5的乱事。现在报告观察行情。喂，你有搞错吗？滚出的报告行情。哎呀，全世界各国的电台电视台啊都没有报告这一行的行情，实在是美中不足。我为了争取听众，所以呢有必要报告这一行的每日行情，早晚时价不同，这是谁呀、啊、总有一天呢用到的，逃避不了的，土葬也好，火葬也好，水葬也好，都要用到啊。哦，现在报告观察行情，根据观察商会今天的早起发出来行情，吉利人的一库3400块，两地的一库1200块，普通茶一库700块，西德邦的一库235块。所有观察的那是么到零体的给2000块，到红线的给700块。哎，你有没有啊？这搞错啊！
去啊。现在时代不同哦，现在的人呢、活着呢也要享受，死了也要享受。如果你不装冷气不装风扇的，在下面不是闷得要死吗？哦，有道理有道理。哎，同时又今天去大减价一个月，一顿扣28仙。什么？棺材也有折扣啊？有啊，最近的人啊生活过得很好，大家都舍不得死，棺材店没有生意，囤货太多，存货不消，所以要举行秋季大减价，打折扣。切，唔使就唔使噶啦，唉，再平啲都冇人去买啦嘛，大家都个利是啊。金金惊死人。
谢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请注意，这里有一项紧急通告，请吉林波的市民注意，有一位六岁的小妹妹揸了她老豆的那架 1600cc 的紫色跑车横冲直撞油车行，如果有哪一位发现了她的行踪，请即刻向警方报告，多谢。大炮电台现在播出大家所点唱的歌曲《没水就浪费》，不单拎着大头波点给 SS 的连友珍，芙蓉的借水仔点给沙都口的左手平，吉林波半山班大学四年级的白氏可乐先生点给耳波粒的可口可乐小姐，请大家留意收听这首《没水就浪费》，由邱正云先生唱出，全力以及张树林伴唱。
写信给汉元帝，要招军出塞，不然就要攻打汉朝。Sakai King San Yi is very, very naughty. He write letter to China King, one that miss Zhao Jin Wang outside Sakai Town, if not fight his country. 王昭君为了爱他的国家，爱他的人民，爱他的家庭，父母兄弟姐妹，他答应出塞反邦。Miss Zhao Jin Wang love her country, love her people, love her family, love her father, mother, brother and sister.She agreed outside Sakai Town. 行行复行行，行了整万里，他伤心了。他弹起琵琶，唱起《昭君乐》，唱呀唱，他哭了。Walking and walking, walking 10,000 miles, her heart sick. She plays Chinese guitar. She sings one song, Wang Zhao Jun. Sing and sing, she cried.剧情介绍完毕，我们空中再会。Drama story introduced finished. Let us die goodbye. 接下来是空中学记，十读九书，由关达拉贝拉及小秋搭档演出。就是我赢，我不是就是你赢，我输。对啊，今天你答应住啊。
什么呢？老官，这些钞票、手表、戒指、钢笔是不是我的？是，是我就拿回去喽。不是，不是，就是我赢，我拿。是，我拿。不是，我赢。是，我拿。不是，我赢。我是也是你赢，不是也是你赢。啊，那个当然了。全部都是我输了，两面都是我输了。你养了300了哇，老兄啊，养得好爽啊你啊！对呀、啊，我马上当，我们一到老千了。你要难道你好聪明啊？来，同意到吗？吸毒就给我骗，吸毒也给我输。嗯，完了，全部完了，马场也不用去了。各位小朋友，我哋又见面啦！你哋大家好嘛？好，一二三，黄先生，圣老肥猪肉，七八九，大家一齐搞。嚟，我哋大家人把句，阿猪仔轮到你啦。好，咁就咁啦。你估我怕咗你？我妈咁细个咁长气。好，我讲客家话得唔得？先生讲来汤素，来讲先生打山猪，山猪掉过河，客家先生两公婆跌落河。好耶，不给我轮到你了。好，等我哋天上下雨地下等等，妈妈叫我进厨房，快快拿快布来抹一擦，爸爸请我吃这个糖。那也给我地下等等嘛，哎呀，不给我叔叔那就叫等等，讲都唔识。哦，三娃火灯鱼了，谁知在我旁边自己来了，叫我做三娃火。你呢？我在水水，我的兔有个鬼蛋，就捉起个妖怪。好了，你好话人，你话你自己，口水交我爹，长太多了，人鱼都唔收你呀。笑话？咩笑话咁多啊？又听住嚟啦！唔好嘈，留下嗰个大肥佬，请我去睇十八弄个画吧。唔知道去咗姑妈嗰度，我哋快快脆脆包夹一丝车，搬到头上走走。哇！你哋仲会睇晒？咁你哋睇到乜嘢呢？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咕噜汪跳，咕噜汪跳，汪叉飘，汪叉飘，就像是放油，就像是放油。喺度杀鸡做菜咧，唔是放油嘅。啲紫菜唔使放油，都几好食噶喎。咁你哋仲识得唱咩歌仔冇啊？识，你有知。先生是妖精，不得的。先生，我们不是闹你了，我们是同你搞笑的。哦，那就没所谓了，大家再见了，拜拜。拜拜。各位听众，继续下来是奇难杂症讲座，由德州包医瓜博士主讲。在这个节目未正式广播之前，请各位准备棉花两嚿，塞住双耳，以免俾佢火到你头晕眼花。各位听众，由于呢个世界
而利多国家，是炸原子弹、氢弹，仲有啲中子弹嘅，满天都系飞弹。最攞命嘅仲系嗰啲阿拉伯嘅石油弹，人人都俾佢炸到变咗穷光蛋。唔使讲啦，啲穷人梗系百病丛生，一拎仲脆过啲鸡蛋，轻轻一碰就话完蛋。凡系冇药医嘅病症，英文一律叫做 cancer， 即系准备去阎罗王似报到咁解。由此可见，而家啲医学梗系入错咗嗰单额，正会搞到越嚟越多冇药医嘅奇难杂症。本医座为咗解救众生，特别借用呢个大炮电台为大家解决医学上嘅难题。经过本医座医过嘅人呢，包你药到命除，永绝后患啊！首先要答复嘅一位系来自美国嘅柯吴子先生，今年27岁，佢话最近大便冇咗不力，就食就屙。嗰边啲医生叫佢停经都得噶啦，佢话佢30代都系单传嘅，传到佢呢一代连结婚嘅滋味都未尝试到，咁就绝咗种。请问包医瓜博士有乜嘢解救嘅办法呢？有，呢啲病症只不过小儿科啫，唔要紧嘅。哦，子先生，定啲嚟啦。找到我这个包衣瓜博士，最怕你不瓜啫。我已经派人包了一堂日本大游船，带了半斤红灰和半牙烂的酸草给你，到时候你捞匀嚟吃就得了。包你大细肠胃、五脏六腑，冚唪唥捞连骨头打晒结，你想不止屙都几难啊。你不止冇得屙，连饭都可以解埋啦。继续落嚟系来自日本嘅贤明长小姐，今年21岁，三叔骨，体高3.5尺，体重350磅。又咁啱，佢嘅 boyfriend 系6.5尺高，98磅重，嫌佢嘅身材圆碌碌，好似甩波咁，抱都抱唔稳啊，准备同佢甩拖。请问包衣瓜博士有乜嘢增高嘅办法呢？如果冇啊，佢就要准备吞口水自杀啦。唉，而家啲女仔黑埋拖埋都系讲靓，真系爱靓唔爱命，唔怪得啲整容院周时都排长龙啊，连屙屎都唔得闲啊。好似呢位欠命长小姐咁，为咗要减肥，搞到要吞口水自杀咁交关。要減肥增高啫嘛，容易過食飯啦。嗱，你聽住，你即刻去訂做一個3寸闊嘅鐵頸箍，箍住個頸，揾日吊起嚟，然後用2個100磅嘅大石頭對住雙腳。不過要注意嘅一點就係呢2個大石頭一定要一樣重，唔係呢，第日變咗長短腳。行起路上嚟跳下跳下，唔好讲话冇 boyfriend， 连鬼见到你都要避开啊！如果你照我呢个方法去做嘅话，我敢包你啊，在24小时之内增高1尺。不过如果有咩后患嘅话，本医座系一概唔负起责任嘅，因为我向来医人嘅宗旨系不择手段以求达到目的嘅。
先生，二包凤梨山线村的庄条苗搬去新加坡的李锦兰，他说他上年呢上的建邀那条啊，就来捏二省了啊，希望他脚的转来同他结婚一切条。官办解床的风飞飞下是南门解床怪的听讲样，就不敢你看到他安心时的暗花俏，他定于相遇到五回条，但是他嫌你生的你这么浪费了空屋人一种开宗王条啊。听讲先村王舍妹搬家的闪双人啊叫着你到大财来回，压着个冷柜啊你点点啊叫来还忙的双茶就成买费，想到我肚巴热热热热热陪牙巴一生的炸弹开除，你还讲狠转来牙巴就要做牙肚巴打来除。可能牙巴先生的牙巴在问见马来的爆菜法，因为该地下的五千几公升本人你都当地休息多个茶，想到你的半两马踢塞心肠还硬过牙巴。但有个沙地啦问安白的跳夫马，他说他大伙继续把天花本人也都五家，他希望你原谅他自己吧，他说他见到也已经该回人了，该回去了也该回度了，你还忍耐度吗？他也好度吗啊，不过呢还得还去马场行下子啫，是那个人啊他龙波差把塞的阿嫂妹来信名家的欢迎阿牛姑，他把牛姑啊牛姑你把自身想清楚哦，一脚踏两船啊，到时你就抵到苦哦，还等你开锁主牛那个帽子呢，嘿嘿嘿嘿，他就有样学样，把你戴下绿帽，脱下长衫，牛大夫啊，他都讲的，哎嘛，的到来先被马叫的老爱挂，他讲，喂，老啥，我就搞的要搞15年。看来当地上都流行28，下出见到班子温柔的情话，想办法的潘大法，原来你是老公阿爸叫阿爸，给你的钱先生还一个四百万的，他是不是在？